当您拿到全新的 Phantom 4系列飞行器时，已经是完成对频状态。假如飞行器尾部黄灯快速闪烁，遥控器指示灯红色，说明飞行器与遥控器需要对频。接下来，我们以 Phantom 4 Pro 为您演示飞行器与遥控器的对频，同时也适用于 Phantom 4 Advanced。全新的 Phantom 4 Pro 有两种对频方法，通过 DJI GO 4进行对频，运行 DJI GO 4，选择遥控器设置，选择遥控器对频，点击确定，遥控器发出滴滴声，指示灯为蓝色闪烁，处于激活对频状态。面向飞行器机头方向右侧面，找到位于 SD 卡槽和 USB 接口中间处的圆孔，用笔或其他工具按下飞行器的对频按钮，即可完成对频。此时，遥控器提示音消失，指示灯为绿色。App 上显示对频完成，点击确定，说明对频成功。通过遥控器组合键进行对频，在不连接移动设备的情况下，开启飞行器和遥控器电源后，同时按下自定义功能键 C1、C2 和录像键。当遥控器发出滴滴的提示音后，按下飞行器的对频按钮，即可完成对频。如果对频失败，请重新对频。若多次对频仍然失败，请联系 DJI 售后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